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为大家带来 PPT 简报设计，人物点选播放试听。这集应用了鼠标移动 Mouse Over 转场转化。这是以本届金曲奖最佳台语入围专辑为主题，当鼠标停在图片时会触发动态变化，最亮眼的是还可以展开音乐试听。动态展示提亮了选项，按一下滑鼠马上就有试听音乐，视觉听觉的整合感觉挺酷的，赶紧学起来，下次剪报时让他们惊掉下巴。请你跟我这样做，学好 PPT 升职又加薪。好的，马上开始。首先置入本届金曲奖的开场视频与背景声音档，插入画面，进入动画窗格，移除互动功能，设定视频与声音档为随着前动画。OK， 接下来进入主标题，选择字型、字源大小、颜色、字中调整位置，再来英文标题。调整完成，插入矩形，创建一个进场画面，去外框，填入黑色，群组动态设定淡化效果，改为1秒，随着前动画，延迟设为17秒，因为开场视频有15秒，所以给2秒的进场时间。好的，马上来制作入围者选项面，新增投影片，制作6个等比例的矩形模板。群组插入第一位入围者图片，裁剪大小，套入模板，调整一下比例，最高点大约在 70% 到 80% 之间。好的，继续第二位，有了矩形模板，裁剪对齐就简单多了。本届金曲奖最佳台语入围专辑有6位，有郑宜农、A Root、童根生、DJ Mr. Jin、黄浩庭、蔡秋凤与金曲歌后曹雅文。入围专辑曲风完全一改传统台语歌曲，让人有焕然一新的曲风。比例调整，好的，完成。选取所有图片，移到最下层。删除掉矩形模板，选项页第一阶段完成，开始修改图片，颜色为黑白。这次鼠标停留 Mouse Over 设计为从黑白触发为彩色，并有尺寸的变化，效果不错。好的，完成。接下来复制制作6个选项的触发页面，将所有页面背景颜色设定为黑色。好的，更改触发页面的选角图片为彩色，调整比例，这样触发时就有可视的改变。好的，所有触发页面完成。回到投影片2选项页，开始设定鼠标停留 Mouse Over， 选择执行动作，你会看到按一下滑鼠与滑鼠移过2个选项，选择滑鼠移过，选择跳到，再选择投影片，选择对应的触发页面，确定后面的图片也采相同动作设定，滑鼠移过，跳到选择投影片，对应触发页面。好的，鼠标停留 Mouse Over 设定完毕。接下来将设定好的图片复制到取代触发页的图片，删掉触发页面的黑白图片，贴上设定好的选项图片，保留色彩与变大的主选图片。好的，回到投影片2
选项页。我们来看看触发的效果。Mouse over 就是滑鼠停留在选项图片上，就会触发新的效果。不错，效果完美。回到选项页，设定开场页进场的转化效果，将单复数图片区分一致上下，这样进入选项页时，图片就从上下进入画面了。但别忘了设定投影片2的转场转化，持续时间为一秒。好的，开场、进场、选项页、滑鼠触发，全部完成。接下来制作内容页，插入新的投影片，背景改为黑灰色，贴入郑怡农水逆的专辑封面，调整位置，设定转场转化，时间一样，设定为一秒。贴入预设的内容 ，OK， 复制，马上制作其他页面，修改背景色，更换专辑封面图，置换专辑介绍内容。这6个专辑，乔治特别喜欢黄浩庭万寿菊的专辑《亮地呆郎》，纯正的台南口音与歌词的内容，听了就很亲切。不知道你听过没？有空一定要去试听一下哦。好的，专辑介绍页编辑完成，开始插入音乐档。回到郑怡农的专辑页，置入预设的音乐档，选取播放与前动画同时，这样跳转页面后就会自动播放音乐了。其他的专辑页也相同操作，这里插入的音乐都有事先修改为1分钟试听，音乐淡出淡入都设定为 1.5 秒。试听音乐档置入完毕，复制郑怡农的专辑封面，回到郑怡农的选项页，移到主页外，这样点选后就有专辑进场的效果，其他专辑封面也是。好的，完成。回到投影片3，开始制作播放钮 ,play icon, 对齐、至中、复制到其他触发页面。黄浩庭的下巴与播放钮，调整一下距离。好的，马上来设定动作。插入。动作选择，按一下滑鼠，跳到选择对应的视听内容页。其他的页面同样操作，设定时一定要专心，不要选错哦。完成，回到投影片2，来看看效果。滑鼠移动停留。点选播放钮，赞，马上有视听音乐了。但这里少个回选项页的按钮，我们马上来加上，贴入返回的按钮图片，调整位置，一样插入动作。这次跳回到投影片2选项页，然后复制到其他视听页，回到开场页，设定播放后自动跳转。OK, 大功告成。我们来看看总体效果。这就是今天的 PPT 示范案例，应用了鼠标移动 Mouse Over 转场转化。这是以本届金曲奖最佳台语入围专辑为主题，当鼠标停留在图片时会触发动态变化，最亮眼的是可以展开音乐试听，动态展示提亮选项，按一下滑鼠，马上就有1分钟的音乐试听，视觉听觉的整合感觉挺酷的。赶紧学起来，下次简报时让他们惊掉下巴。学好 PPT 升职又加薪。